告诉爸爸，那天我突然梦到了我奶奶，就想到了小时候我奶奶很常抱着我，拿着她的玉还有珍珠跟我说啊，宝贝，等我死了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。所以从我三四岁开始，我就不停地问她，奶奶你什么时候要死啊？你真的这样问她？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你不要笑。我三四岁怎么会知道生离死别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这样讲一讲，我六七岁她真的死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但是不兼重点，重点是他以前的就说了嘛，等到他过世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就都是我的。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，因为其实他过世的时候我还很小，而且我印象中我奶奶有一颗珍珠是非常值钱的。那颗珍珠呢，是当初我爷爷给他的一个定情物，价值有上百万。但是为什么我爷爷会送一颗这么贵的珍珠给我奶奶呢？那肯定是因为他很正，肯定是。所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奶奶以前的照片。来，你们看一下我奶奶六十岁的时候看起来正吗？很正啊。你敢说不正？你敢说不正是同时对我不敬又对死者不敬。所以我说很正啊。OK， 其实你看一个女生，她六十多岁的时候长这个样子，这么的正，可想而知，她年轻的时候红颜祸水等级，人家拿个几百万的珍珠啊、玉啊什么的抛到她眼前给她啊，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。当初我爷爷就是拿那个最贵的珍珠出来，其他的男生看到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就是一段这么浪漫又凄美的爱情故事啊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我。对。对，我先找一下，反正这个是珍珠嘛。奶奶拍谁？然后是这个吗？啊，这戒指，备取。这个啦，这个啦。有。啊，是不是有一颗珍珠项链？有有。这个看就不错。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啊，这个。干，我记得小时候一大盒哎，不知道都跑哪里去了，是不是被我妈偷藏起来？有没有？玉耶！今天要去演讲。钻表，钻表是叠加叠最多的。这一袋好像是天珠吧？这个啊，我印象中好像就是这个盒子吧？对啦，你看。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跟我说这一颗价值几百万，一般的珍珠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长这样，对，你看这比例差多少，十倍大吧，用这颗去打磨可以磨出十倍大这么大一颗珍珠，哎，那如果它是真的珍珠的话，它是不是真的很值钱，还是没有，它就是个垃圾而已。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去验看看，看看到底我奶奶对我的爱有多少，她留了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给我，走。来，各位，现在呢，我们在台湾宝石研究院的鉴定所，这边是 GMA 授权150年的鉴定单位。这位是沈老师，他们是非常专业的鉴定专家，请你们先帮我鉴定一下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在我们还没有做任何的鉴定之前，要麻烦您做一下。OK，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，在日后避免今天你有个求售或是有人跟你买了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根据表单去查询需求是什么。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比如说有人今天拿了一个很贵重的红蓝。宝石蓝或者是祖母绿蓝，他有可能会需要说我要求开的是有烧或无烧啊，又或者说祖母绿它是不是来自于哥伦比亚的。检定完之后呢，最后的这个结论跟背出蓝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跟各位做介绍。好 ，OK， 我算是都很理解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开始鉴定了吗？对，您的受托物很稀少，应该是我见过五根手指头以内就数得完的，这么大还是第一次， okay， 所以它应该算是有点价值，是，绝对是。Okay， 好，那我放心了。首先呢，会将这个美乐珠交给我们第一个检测人员，他会先做一个归零的动作。好 ，OK， 61.58，我们会进位到前面一个 61.6， 这是算重量的。对，那开始会量尺寸，我们会抓这边最长的这个地方跟这边最宽的这个地方，19.3，20.73了。这个量测动作是非常重要，永远记得他的身份。等于说，其实这样人家也很难掉包。你要找到一模一样尺寸跟重量，以美乐珠来说不可能。没错，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，其他有可能哦，因为我会故意切磨一模一样。我甚至看过合成的假钻石切磨成跟真钻一模一样，那我们就要看它的包裹体、表面特征跟内部特征。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宝石有一模一样里面的内含物，除非它都是人工。
对，没错，那就特别干净。Okay. 那美乐珠的珍珠来讲的话，要看一下它的表面是不是有火焰纹。表面的话，我们通常会用这个光源，顶光源。那看到它有一个类似火焰的纹路。哇，有好多火焰！天哪，我是不是有帕金森了？哇塞，我的手好抖。哇，天哪！好，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。可以。因为您的这个品项是珠类，那其实是用不太到它这边的部分。钻石分级用 JV 的比色卡纸十倍放大镜分出这个4C。这样子的纸可以分辨哦。对，出去的时候你不可以带显微镜嘛？你去矿区，你去展览场买东西，你去店家也不可能啊。这么大个仪器你带不出去，所以呢，我们都是你用基本的这样一个卡纸出去就要能够分4C。哦，卡纸它会反射出这个。我们基本上已经把颜色的 H color 背起来了，所以我们只要判断说它比 H color 白还是比 H color 黄，然后去判断它是哪一支。先拿 H color 放在它旁边，比较说哪一个比较白。那它比较白的话，我们就会再拿好一点的 G color 放在它旁边。比较黄是比较差一点。哎呦喂，右边的很明显感觉更白到 D color。其实这个是最简单，这还没有进度，它里面的进度 4C 里面的进度会影响它的价值。那进度的话也是透过十倍。那这样要怎么分呢、啊、SI 的话它通常肉眼就可以看到，所以你不透过十倍放大镜用肉眼就看到里面有东西的话，那基本上就已经是从 SI 开始去评级了。珍珠也是要用珍珠就不需要了，珍珠就不需要这个。偏光镜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它一定要光能够透出去，所以一定是用在透明宝石上。那其实我们珍珠验完现象那其实我们珍珠验完了对、okay, 那现在就是我要到精明去里面做一下图谱的检测。哇，这是啥？那是鲍鱼贝，它们小的话讲九孔白蝶贝里面的珍珠，用鲍鱼贝的做出饰品。可以做这样哦。哎，你看在澳洲啊这些。今天你不是拿那个美乐珠啊？对，拿给你看啊。不错哎，又磨掉。哇，那这种呢叫做女王凤凰螺，这里面长出来的叫做康克珠，这里面长出来的叫美乐珠。它到底怎么生长？生长过程啊，它里面为了保护本体，外来的什么沙啊，它就会产生一个膜来包住它，然后慢慢就成长。但是它不是珍珠，珍珠的话它有外套膜啊，珍珠层啊，这个没有珍珠层。为什么这么珍贵？因为它这个属于有机宝石，算是自然形成。除了自然之外，组成的矿物成分没有结晶体。美乐珠是属于动物的有机宝石，因为它是深海蛙牛活的动物，深海蛙牛王的核心。很多很多这种螺啊，不是每一个螺里面都有，不是。查一下哪里盛产哦，这个哈、盛产地方的话，这个不要放，这个跟我讲就好。中南海啊，越南啊，缅甸啊，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这种地方。这边的河还是海？海。OK， 那刚刚那些都消音，不要让大家知道。那这种的话呢，是在加勒比海、中南美洲不同的、那个。我现在知道要去哪里旅游嘞。它这种是所有珠类之王，又叫龙珠哦。用红外光谱仪检测一下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彩色宝石的矿物的世界那么大。看到在1848这个地方，其实就有很明显。1908的时候就已经产立。那它这个白色这个部分是一致的。CEO Dr. Jack Olden。一件原则说，因为通过了这个码头，那就获得最高的荣誉，就是魔镜鉴定师。好了，对，好 ，OK， 跟您解释一下，鉴定出来的结果是属于有机材料的美乐珠，确定是美乐珠，对，它的大小，我们看到它是近似圆形，长宽高量出来是19.3、20.7、20，它重量有到61.6克拉，是在美乐珠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，所以我基本上不需要工作了。还是需要了，还是需要哦。好，那价值的话要怎么估算？差不多1克拉$1000。照这个逻辑去算的话，这边要$61,000。这个宝物，我们鉴定界、宝石界收藏家都很少有，因为吴老师收藏上万件的东西都没有这种东西，物以稀为贵嘛。那如果有人要买，不好的价格也不一定要买。哎，没有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值钱，真的是想不到。我决定了，来，跟我来。从来没有想过，奶奶竟然留了这么有价值的东西给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把这些珍珠做成挂饰，
让他们可以一直陪伴着我。我以前有喜欢过一个女生，我就帮她织围巾，她也没跟我在一起，白织了，围巾是没有用的，他们需要的是 iPhone。 也许这一颗珍珠对大家来说只是200万，但对我来说却远不止如此，因为这代表着奶奶对我的爱，这绝对不是任何金钱可以衡量的。要是没有这一颗珍珠，又怎么会有今天的我？所以不管别人出多少钱，我也不会卖。这是你的，好棒棒。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不是，这项链还在这，我没有卖掉，真的没有。不要这样看着我。我不是你们想的，我没有那么冷血，我是开个玩笑而已。我绝对不可能为了区区200万就把我奶奶对我的爱拱手让给别人，至少要300万。对，这好像没有比较好，这好像没有比较好。不是，我拍这个东西呢，真的就只是因为我想说，哎，这个东西蛮有趣的，去验验看它价值怎么样，就这样而已，没有打算要卖，除非你有300万。好像不应该提这件事情，人家大家觉得我是个很冷血的，没有，大家不要这样想。其实我的奶奶呢，在天上看到，哇，珍珠可以变成300万，去帮助很多人呢。没想到她当初的爱情，最后可以造福这么多人，她是很感动。这样子也算是帮她做功德，哇，天哪，她在天堂又不知道可以享受到多少的福利跟好处了，是吧，耶稣？是这样吧？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这样想我。其实呢，从头到尾，就算卖掉了，这也是一个好事。我怎么好像一直跟人家预告我要卖？没有啦，没有要卖啦，神经病啦！你有多少钱都不卖啦，除非你有300万。干嘛一直讲这个？本来坐在这边呢，是想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们拍这部片只是因为很多人跟我们讲更新太慢了，然后就赶快更新。可是又拍这部片让你们觉得说啊，这珍珠啊都是在炫富啊，想要解释一下。但这种东西的价值其实也是，我觉得因人而异吧。因为它是我奶奶的东西嘛，所以我们去翻仓库啊，把这置物箱翻出来啊，发现说哇靠，有一个东西值几百万，会觉得哇靠，好酷哦。我的心情可能就是这样，但是可能对于一些收藏家来说，哇靠，你居然有美乐珠，这是一个很难见的一种珍珠味，他可能就觉得哇，这个东西是无上的价值。那也有可能很多人他不喜欢收藏的东西，他可能就觉得说这东西是没有屁用。所以收藏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应该是看收藏家到底喜不喜欢这东西来定。如果收藏家觉得这东西值个几千万，那他可能就值几千万。所以到底它的价值怎么样，其实并不能真的用曾经市场上的价格怎么样然后就怎么算，只是觉得这东西很有趣跟大家分享而已。那我再次重申哦，我是真的没有卖哦，大家不要在那边说我冷血什么的哦，我是多少钱都不卖哦。不要看我前面在那边说什么300哦，至少要400，至少好像我自己越买越黑是不是？我现在是真的还没卖哦，现在这一卡也不是我提前先拍好然后就把项链拿去卖哦，没有哦，不是哦。啊，完了，我这样讲了，现在大家一定觉得我一定早就卖掉了，现在这一卡也是提前就拍好，好吧，那我就这么冷血，好吧，我现在也洗不清了，不解释了，好吧。